叮咚人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人叮咚人。那欢迎收看我们这一集的波叮咚人。现在是早上6:25。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要带波爹豆去见我的公公婆婆，波爹豆人扫墓记 ，Let's go Let's go。那把波爹豆的绑身体的，还有他喝水的东西，你看这个喝水啊非常方便，这样翻出来，哎，他就可以喝水了。他的零食，还有他的绳子，全部东西都在里面。然后呢，也顺便把波爹豆也装进去啊，波爹豆进去。Let's go. What is that? 兴奋吗？ Are you ready? Let's go, potato. 等下我整家人呢一起去就要到我的公公婆婆。potato， 兴奋吗？在potato坐前面。potato。波爹豆，你这么好，接着，你这么好，耶！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洞里山，这里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住的地方啦。现在呢，我妈妈就下去要庙拜拜。波爹豆，你这么发短，太兴奋了。这边，你坐这边比较舒服，这边。好不好？你闻到食物啊？那应该是不闻到我香味的。好好看哦。OK， 现在呢要准备去爬山，要上去去到我们的公公婆婆的坟墓了，要走一段草地的路，还有斜坡，所以现在要为波爹豆呢穿衣服先。波爹豆穿衣服了，下降，这个就是他今天的 fashion。喂，穿衣服，啊，他这样就帅帅了。啊，这个是 jeans 的衣服。而且还有这个海盗船的 logo，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。 OK， 我们终于到了，已经办好车了，现在正式的那个波爹豆下去了。波爹豆期不期待，期不期待？波爹豆 Let's go。 波爹豆，波爹豆，你知不知道公公婆婆的坟墓在哪里啊？波爹豆，你上当没有啊？波爹豆，看，看没？看没？看没 ？Good boy， good boy。波爹豆要一步一脚印呢，像我们平时一样去找公公婆婆这样子。我不抱他上去，希望他可以一步一脚印去找他公公婆婆。哇，他自己走了，小心啊，波爹豆，有点危险啊。波爹豆 ，come here， 来 ，you can do it。波爹豆，你一定要做到最坚强的狗狗。来 ，come here，come here，come here，good boy。波爹豆 ，come here，good boy。哇 ，good boy，good boy。结果，不好意思啊，结果。
回头上得来吗？回头，你可以的，还轻一点呢，就在这边而已。回头，来，看，看，看吗 ？OK， 你爬，你爬这边。OK， 不得动，你爬这边，这边，看没？这边，啊，这边比较低，耶、yeah ，来，来这边。看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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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动，我在动啊！我在动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你可以的，我动你可以的。来，看，看，看没有？看没有 ？Yeah, good boy. Yeah, 我在动，你到了。这里就是我跟我婆婆的坟墓啦。可以，等一下哎，就，看吗？耶！我得到成功，一步一脚印，来到跟我婆婆的坟墓。耶！我的都要做工了，知道吗？上来这边，啊，要打扫我婆婆的坟墓，然后要拜拜，是不是？是上来玩的。那我要做工了，你要告别你了。现在呢，我要打扫我婆婆的坟墓。好，现在我要开工做工了，不理你了，不得多。现在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这里这些泥土，应该是从上面要不要漏下来的，所以要把它清干净。我来动，那那就帮我去擦松了泥土。那，喂，做工哎，会拿吗？来，开工。我得到。给我。你要过来帮我啊？看，看没？那交给你啊。行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这个包不是给你吃的。拜托，来拜拜，跟我一起公公比。咁包咗啦你。喂，这个不是你吃的、啊。你不是公公啊，不可以吃的。OK， 经过我的多的努力过后呢，他终于把这一块地全部清干净了啦。不会多。你刚刚是一清完了就过来这边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一直都在这边吗？对不对？来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区到底有多少，然后多少我公公婆婆的邻居，如果是邻居来了，我公公婆婆应该是很多好朋友、好邻居啊。哦，我刚刚挂这个泥土的时候看到一只马鹿，你没有看过马鹿吗？它就是一条昆虫来的，当有人打扰它，就会卷成一卷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可以拿去打炮了。我的刀，佢连草都食埋，我先嗰个耳皮已经咬咗一忽咗。哎，我的刀，你咬公公婆婆吃的东西啊？我的刀，是不是你咬了？周末你要咬？你吃了公公婆婆吃什么？讲 sorry。哇，他整个过程都没有处理过下来过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处于在一个愧疚的阶段了。回头，你愧不愧疚？我从来没怕这个哎，现在我老了已经怕这个。他眼睛有眼泪啊！我来动。
你要哭了啊？啊？你收给啦，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了嘛，是不是 ？Good boy 啦，不过你现在不可以吃先哦，要拜完才可以吃哦 ，OK？ 终于肯站起来了，终于动了。你看，来扫墓啊，庆祝国庆日这样。哪里有马套啊？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风俗。我的豆，哇，他自己爬上去那个公公婆婆的坟墓上来。我的豆，你在吃什么？你不要吃公公婆婆啊！你打炮？怕吗？真的？不要怕了，这样。我觉得很乖哦，现在我的线放得这样长哦，他都没有去吃那些东西。回头看，他应该是知道这些食物是给公公婆婆吃了。哦，他真的很乖。你看，这样长他都没有跑去吃。很乖你，我觉得很乖你，我觉得，我觉得。你要的吗？嗯？有什么要求？啊？你要吃东西啊？你要喝水啊？我现在呢，把水这样放在这边给他喝，看他会不会喝。喝水？你不要喝水啊？来喝水。这样烧，现在我要做工啊，我要把里面的东西都烧掉，开工。快帮我！我 OK， 你 IP 嘅，你 IP 帮咩？帮咩？去那边好吗？这边有点热啊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我妈现在叫我把这个丢高高在坟墓上。我来了，要不要看飞飞？回头看没有？回头，这个我要丢高高飞飞啊，给你飞飞啊！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清理完了啊，你看这些泥土干干净净的，然后potato也差不多要睡觉啊，看这potato，potato你很乖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全体拜公公婆婆，我们就要离开了。大家都来，跟公公婆婆讲，我们要离开了。我今天带大家都来看你，也是我的儿子。刚才录到一半呢，没有电哦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家了啦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次的波迪多人带着波迪多去扫墓呢，是我觉得扫墓这个举动呢，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同时呢，也让公公婆婆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下一代，就是波迪多，我的儿子。同时呢，也让波迪多呢认识公公婆婆这样子。那我觉得扫墓这个举动非常有意义，一定要一代传一代，每一年都拜，让公公婆婆知道我们都有在。那我们下一集的波迪多人见，拜拜。